穆圣所展示的奇迹具有为学者们所公认接受强至百倍的确切性。所有这些奇迹都表明了宇宙的造物者对穆罕默德使命的确认，就如对他说声你说的对一样。假若你在一个国王亲自出席的集会上宣称，国王陛下任命我担任这个任务，这时如果有人要求你出示证据，那么国王所说的是的两个字就足以证实和支持你。类似的，若国王超出惯例来满足你的要求的话，那么这就比向你说声是的更为有力和确切，从而更有力地支持了你的宣称。与此同时，尊贵的穆圣宣称，我是宇宙创造者派遣的使者，我的证据是真主回应我的要求和祈祷而改变他的一些常规。请看我的手指，是真主使它成为无孔涌水的清泉。请看明月，随着我的一个手势，我使明月一分为二。请看那一棵树，为了证明我，为了确认我，它离开原位向我走来。请看这食物，虽然它只够两三个人吃用，但它却使两三百人吃得心满意足。穆圣展示了数百个类似的奇迹。